杨宗纬，我是歌手，百步复活点播，因为我相信打气。希望今天有来参加记者会的人，都可以平安健康，然后赚5000万人民币。只限有来的人，只限有来的人好。我是歌手，在中国爆红的杨宗纬昨选在北京办专辑记者会，他虽已被淘汰，但在本周五将播出的败部复活赛重新拿回整馆门票。满意自己的表现吗？在那个节目里？因为大家都知道，其实我很快就淘汰了嘛，然后我是两期过后就淘汰了，就是所以也谈不上满意或者不满意。我其实还蛮担心，就是我选唱的一些歌就是大家比较不熟悉的。不怕不怕，这就给你机会好好表现哈。点播他的主打歌其实都没有。我也曾经憧憬过，后来没结果，只能靠一首歌真的才说。这后来没结果也太出眉头了吧。该点播星光帮的因为我相信，替他加油。答应你我不会离去，我们只是短暂的分离。我会